第229集，意外。他是假的，这不用你提醒。没错，哪怕我妈是幻觉，我也不想让她伤心。浑身被锁链捆住的李火旺青筋暴起的怒吼着，下一刻他又萎靡了下来，痛苦再次盖住他的脸，他跪在地上，扬起脑袋不断地对着地上磕着，用脑袋砸出来的坑一个比一个大。终于李火旺消停下来，他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稳定下来。妈，你能出去下吗？放心，我会跟王医生好好聊聊的。没事儿，我被捆住呢，捆得牢牢的，伤不到他，我也不会伤他。就在这时，馒头从人群中钻了出来，嘴里叼着东西，就准备向着李火旺身边靠去，但是却被高志坚慌忙抱住了。别去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敢利用他们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要负责什么？拿你的钱不就行了？你随便糊弄一番，就给我妈说一句无能为力，很难吗？我说了，我的事情，你这种人帮不上忙。好，那我说错了，我重说，你这种幻觉根本帮不上忙。是什么？我不信！既然就是假的，全是假的！李火旺一扭头，直接把自己的脑袋拱进草皮下面，把自己整个脑袋都埋了起来。过了一阵子，轰的一声，他的脑袋把草皮拱飞，表情狰狞地对着空气中疯狂地喊着：你以为你很牛吗？只会站在那里耍耍嘴皮子，还在那里说理解我，你理解了狗屁！你知道我过去经历了什么吗？你怎么可能感同身受？把两面都当成真的，你说的好听，有本事你放到我的处境来试试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边在掷巧克力球，而在另外一边被人喂铁钉子？我不在乎我自己，让我吞钉子也无所谓，可是我李火旺有在乎的人，我怕呀，我怕那一天我在那一边拿筷子夹菜，在另外一边却把筷子插进白灵淼的眼睛里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解决掉你们这叫幻觉的，我不会一直痛苦下去的，总有一天我也能变得跟正常人一样。忽然他仿佛看到了什么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呼吸变得越发的急促，双瞳颤动。他再次猛地转身，捆住的身体如同蛆一般向土里钻去，沾满泥土的脑袋拼了命地不断摇头。你不，李火旺，你已经上过两次当了，你不能再上当了，那边肯定是假的，你绝对不能再陷入迷茫了，那边还在逃命呢，要是再陷进去了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在其他人的注视下，李火旺在绿色的草地上不断地滚着，把本应该整齐的草皮拱得面目全非。一个时辰后，他停了下来，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除了起伏的胸膛跟一具尸体没什么区别。我好了，解开吧。李火旺沙哑的声音中充斥着深深的疲惫。就在其他人要一拥而上的时候，白灵淼拦住了他们。你们别去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，李师兄现在不想看到别人。等到人群逐渐散去，白灵淼不顾浑身泥土的李火旺蹲下来，轻轻地解开锁链，把他脑袋抱在怀里，用手指不断地轻揉着他的太阳穴。李火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再尽可能地将肺里的浊气全部吐了出来，无神地看着天空，喃喃自语：淼淼，他们逼迫得好紧，我真的撑得好累呀。白灵淼心疼的都要落泪了，可是这种时期他根本帮不上什么忙，他只能抱着李火旺的脑袋，用手一遍一遍地按着。
李火旺抬头看着他，看着白灵淼那张精致的面孔，神情有些犹豫。看了一会儿，他再次轻声说：淼淼，以后你对我差点儿。太好了的话，感觉太虚幻了。我怕这边是幻觉。白灵淼的泪水最终还是流了下来，他匍匐在李火旺的胸口哽咽起来。李火旺举起右手放在自己的面前，左手拿匕首奋力一割，一根小拇指被直接割了下来。他闭上眼睛，安静地感受着这份痛苦，眉宇间那丝犹豫渐渐消散了。笑话，这种剧烈的疼痛感怎么是假的呢？馒头嘴里叼着什么东西，小心翼翼地围着李火旺绕着圈。李火旺拿起那根断指向着馒头脚下扔去，馒头吐掉嘴里那团好似黑色蛇皮一样的东西，用前爪踩住手指的一边，兴奋地用一侧牙齿细细地咀嚼起来。李火旺把还在流血的右手放进自己的嘴里吸了吸，紧接着拍了拍白灵淼的背。没事了，别哭了，起来吧。你看，别人都在偷偷看着咱们呢。等白灵淼双眼通红地从李火旺胸口爬起来，李火旺从面前少女手腕处解下丝带，轻轻地缠在对方的眼睛上。白天日头大，记得一定要记起来，要不然伤眼睛。拉着看不到的白灵淼，李火旺转身向自己的马车那边走去。经历了李火旺这么一趟的事儿，整个帐篷村里的青丘人看到李火旺的神情都有点怪。李火旺也不在意，反正也要走了，估计以后也不会见面了，他们怎么看自己，背后议论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保罗，后会有期了，我们走了，要是方便的话记得写信。李火旺站在牛车边上，对着搂着那青丘少女的孙宝路说。孙宝路显得有些无奈。李师兄，我不认识字儿。那行吧，就这么着吧，你多保重。说吧，他带着剩下的其他人离开了这帐篷群。至于孙宝路衣服下面有什么，李火旺也懒得问了，他不是那么八卦的人。狗娃高志坚他们用力跟孙宝路相拥，不少人眼睛都有些红了，毕竟是生死相依的师兄弟，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，说一点不在意那是不可能的。馒头作为一条狗，很显然不了解这样的情感，他依然叼着那东西围绕着李火旺打转。当馒头的尾巴第五次在自己小腿边擦过的时候，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，低头看着馒头。给我把嘴里的东西吐了，你再乱掉东西过来，信不信我把你炖了。馒头把嘴里那团东西吐在李火旺面前，蹲坐在那里摇着尾巴看着他。啊，这什么呀，这是退下来的蛇皮啊，青丘有长这么大的蛇？狗娃用刀把馒头叼过来的东西给勾到半空中，下一刻一道黑影从旁边窜出，把所有人吓了一跳。那是李火旺，刚刚还一脸不在意的李火旺此时双手颤抖捧着那东西，表情看起来非常的激动。这是黑太岁。